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宪哥，今天要来帮大家测试的是 Commander 2能不能支援 PC 及游玩。好，我们首先先看一下我们的接法。我现在用的是 Holy 的这只手把，它是直接接在 Commander 2上面，然后 Commander 2直接接到 PC 上。我左边这个键盘滑鼠是 PC 的。是 PC 的键盘滑鼠，右边这组是接 Commander 2。我们先看看接在 Commander 2上的手把能不能抓得到。我们在执行这边，哦，Key 上 JOY 点 CPL 按确定，这时候会出现控制器的选项，哦，它就会直接抓到这个 Holy Pad 4这只手把，然后按内容。来，我们按看看，哦，基本上抓得到。好，我们看看键盘滑鼠，哦，其实都是抓得到的，代表说其实 Commander 2是支援 Holy 手把加键盘滑鼠的。那我们除了这之外，这是第一步，再来第二步是我们到 Steam 里面去抓到，哦，在 Steam 里面，哦，它里面有设定。设定里面有一个控制器，好，我拉到这边过来，好，先看看是不是有用，可以哦，哦，手把是可以抓到的，再来换。键盘滑鼠，好，也都可以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就是来测试游戏能不能支援。我测试的游戏是 APE X 英雄。哦，他自己就导入我这只手把了。经有刚才那样设定之后，其实现在手把已经可以用控制了。好，基本上手把已经可以用了。来，我们来测试一下键盘滑鼠。好，键盘滑鼠也是可以用的。好，这时候我们来玩看看，因为这个游戏我没玩过，所以就随便玩玩，示范给大家看看。Welcome to Apex Legends. I am Bloodhunter. You can call me Bloodhound. Let us begin the basic movement. Complete the checklist on your HUD. 好，是可以控制的。啊，因为我不会玩，所以大致上是按照这个方式就可以使用键盘滑鼠。好，都可以哦，基本上都可以用。这个是有位网友要我测试 Commander 2的部分，好，那简单测试给大家看。如果大家说其他的游戏也希望我测试的话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，谢谢大家。